你会选择露丝城还是怎样？为什么？现实中的我吗？可能还是露丝城吧。笑一下。为什么？笑什么？这不是最现实吗？大别墅骗我。一波，那你那个，如果是现实之中，不是这戏里的，那女的跟你说她头掉威亚，掉那儿摔地下了，然后你会怎么样？先问有没有事情，然后再问她就是有身边有没有人照顾。如果有人照顾的话，我就不会去；如果没有人，非常非常需要我的话，我才会去。会带现女友一起去吗？对，会带。就是事实就是事实，不要骗吧，我觉得。听他讲道理就可以了，找一个听我讲道理的女生。听他讲道理就可以了。其实我蛮不喜欢，就是说很需要、很爱这份工作，很需要这份工作。你能不能理解我一下？我宁愿是这样子。录了，一博，你有什么接受不了的？不能玩游戏，别戴我头盔。对，可能会对我爱好吧。我觉得可能女生觉得玩滑板跟摩托车会比较危险。如果说阻止我这些爱好的话，我可能会受不了。对，就是热情。今天来给大家放一个烟花。 Hey Siri， 哎，我想放烟花。好的，请收下这份热闹。哔哔啵啵哔哔啵啵哔哔啵啵啵啵啵啵哔。哇，几岁你觉得比较合适？不能比我小超过两岁。你还有什么时候会吃醋？说得好，这也是我要问的问题。一博老师会吗？在情感上面会不会？也会啊。我在旁边可能这么靠这么近，这样会吃醋吗？男生吗？对，那肯定会啊。Now look at this. 终于被逮到了。王一博，不说，没有人看出来。No, no, no, no， 在你面前撒个娇。哎呦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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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
你的坏笑。